嗨，大家，我是 Jason。 为了配合 Honda 在本地达到百万销量的这个里程碑呢， Honda Malaysia 最近举办了一个有奖竞赛活动，准备要送出7台，包括我身边这台特仕版的 Accord， 那其他的车款呢也包括了不一样的车款，每一个车款都只有一个限量版本，而且呢都没有公开发售，都是准备要送给参加这个有奖竞赛的幸运儿。那这个竞赛的参赛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影片，甚至包括 Honda Malaysia 的官网。除了这些竞赛之外呢，还有价值100万令吉的其他产品准备送给大家。那参赛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你必须要透过你的手机下载 Honda Touch 的这个 app， 只要你安装了这个 app 并且登录了你的个人户口，你就可以自动获得2次的参赛机会。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你登录 Honda Malaysia 的官网，也就是 honda.com.my， 然后参加他们一个名为 One Million Dreams 的小游戏，每完成一次的游戏呢也可以自动获得一次的参赛机会。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它还有另外4个不一样的参赛方式。那第3个参赛方式就是你前往临近任何一间 Honda 的新车陈列室呢试驾任何一款 Honda 的新车，也可以获得一个参赛机会。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刚好你也在这段期间有兴趣想要入手一台全新的 Honda，那只要你在3月24号之前呢订购任何一款全新的 Honda， 你就可以获得3次的参赛机会。而如果你刚好在参赛日期期间呢完成注册你的 Honda 新车，你又可以另外获得4次的参赛机会。那当然如果你本身已经是 Honda 的车主的话呢，你也可以参赛，因为只要你把你的 Honda 送往任何一间临近的授权代理或者是保养中心进行普通的保养或者是维修工作呢，你也可以获得3次的参赛机会。那为什么我会说 Honda Touch 的这个 app 非常重要呢？因为只要你安装了 Honda Touch 的这个 app 呢，基本上你只需要去试驾任何一台新的 Honda 新车，或者是保养你的 Honda 汽车，或者是购买一台 Honda 新车等等，你都可以获得原有参赛机会的5倍，所以呢你的赢奖机会就会变得更大。那每次参加了这些小游戏或者是试驾了一台 Honda 的新车之后呢，你都可以获得一个参赛的表格，只要你把你的表格填妥，你就可以把它交到给任何一间 Honda 的代理商或者是销售中心，或者直接上网递交到 Honda 的官网。那除了这7台新车之外呢，Honda 也连同了 Google、Shopee 还有 Watson 连同送出价值100万令吉的其他奖品，所以呢，这一次 Honda 是真的非常有诚意，要感谢马来西亚的消费者们，无论你是不是 Honda 的车主，他们都非常感谢大家陪伴 Honda 一路来的成长，让他们可以拥有今天的成就。所以呢，大家想要赢取一台新车，或者是想要赢取总值100万令吉的礼品，记得赶快参加这项竞赛。